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笑笑。然后上次以前看过哔哩哔哩，有一个小伙伴就是把这个拿这个叫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海洋宝宝的东西做那个发泄球，所以呢我也就打算做一次试试。首先我要拆两个快递，哎呀，有人会想，哎我操，你居然又拆快递，一言不合就买快递来拆啊、不是买快递，是不知道买啥。这个快递是我欠别人的快递是吧？是什么东西呢？哎呀算了，不管三加一，拆不管，因为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嗯，然后这个快递刚才好像因为没有电就关机了啊，换了个电池。这是什么呢？这个排骨教主的专辑啊，里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来放过去吧。这个快递要给我一个小迷妹，哈哈，她肯定不是我的迷妹，没什么区别了，毕竟她可是给钱的。这里就是另一包海洋宝宝，这什么东西？荞麦皮，能泡大吗？种子吧，不知道。啊，然后因为前两天剩点饮料，这是我回老家之前买的，一个苹果醋，一个可乐，当时是想用来做那个酸奶的，但是没用上，然后打算用这个来做这个海洋宝宝。这可乐过一个月了，还能不能用啊？不知道，来拿它泡吧。没什么区别，对不对？这个放一半吧，放一包的话肯定太满了，是不是？我不管，我就要放一包。这怎么倒出来？这个都粘在里边了，太热了。你看，这天气太热，都粘在这里边了。我不知道这做完之后是什么样子，不过做发泄球嘛，看看这个有酸性的我能不能泡大。嗯，倒点水。好了，就这样就做好了，好酸。来一个，哎，就再拿一个，这个里面放苹果醋。哎，我家很乱，就是很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真是的。怎么跟尿一样？这个颜色让人遐想连篇呀，是不是？啊，这一兜我不知道够不够啊，全在我当时去两元店买的。两元店的广告词你们应该也听得到吧？记得过，一律两元店，一律两元一赠，什么本店清仓大甩卖。什么各种百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什么的玩意儿，啊！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不要害羞。今天晚上你们就可以长大了。然后这个里面放没有饮料，放清水，反正就三个杯子。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给，就这点破案花了我多少钱，忘了。这个小杯子里再放点吧。这里我放两朵小花。哦不，两朵哪够呢？我把这小花都放进去。这小花能长多大我也不知道。有人会想，你这么大了还要玩这种儿童玩具吗？哈哈，我就是要玩。这做发泄球不在乎这个道具是什么，但是我得专业。我也不知道不同的材料做完之后是什么效果。又一朵花，应该还有一包，我忘了这买了多少钱了。这个在你们那边也就是五毛钱一兜吧，一袋，是不是？这里放了五朵小花，放几颗吧。然后倒入这个里面倒大的，倒点水，还是挺他妈可爱的。这兜都放进去肯定不够，会溢出来，对不对？这么多够吗？够了，把这个也，哎，这个也可以哎。我真是太他娘的机智了，真的都热的，这个都粘在上面了。你还有一包这儿呢，真是别有一番趣味呢。我倒入这个专业的，倒是不是倒多了？没关系，我们这还有这个啊，别的没有，我家就容器多，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要不留一点吧。哦，不行，那怎么可以呢？然后就这样静候一天吧。啊，说了半天我都累了，这桌上是被我弄得一片狼藉，是不是？啊，欢迎回来。然后呢，我已经冻了一天多了，现在我要把其中一部分的冻成冰的这个，完了还得化，还是一如既往的乱呀。然后我已经把这辆车推回来了。啊，因为出了点意外，所以这个就做的有点多，是吧？然后这个我是准备的
这个材料做发泄球，杜蕾斯吗？不是杜蕾斯，挑战者。这避孕套你们会觉得，哎呦，买这个得多羞耻啊，去哪儿买之类的。我跟你说，去找林丹就能买到，是吧？林丹知道是谁吗？打羽毛球那个啊。然后我现在要去撕开一个避孕套，你们有见过避孕套的吗？这是真的避孕套啊。闻到了一股香橙的味道，然后又套上去，这样的，哎，不对，反了，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妈的，没错，这样子套转下来，啊，你们戴的时候就知道了，我要去把它洗一下，这个太恶心了。我已经回来了，然后呢，这避孕套质量还是不错的，可以像水球一样玩，是不是？然后看这有这个细细的螺纹，可能是因为它这是至尊超薄吧，说戴上跟没有一样，呵呵，放屁。还是有的，还是有感觉的，是不是？哎，这个痣你们就不要问我了，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是不是？啊，然后因为一层会破，所以我要套两层避孕套，这层水先倒出来。啊，这个好恶心！妈的，吹不起来，看来我有点失算了，需要找人帮忙才行。哎，把这个，快进去，快进去，进去！哎呀。还得不系上吗？哎，就这样，对，就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套个避孕套都这么麻烦吗？倒出一点水来，哎呀，跟尿尿一样，好恶心，好恶心。主要是也就避孕套的弹性会这么好了吧？以前有人做过，但是他失败了。我觉得我也失败了。但是我不信这个邪，不管了。接下来好像是需要一项比较麻烦的工程，是不是？这个我需要把他们这个水都倒出来，然后这个是可乐做的，这个你看也没什么区别，把这个水倒出来，也是这么晶莹剔透啊。这是什么绿茶？不知道，我从这倒一点，感觉做多了，不过可以拿去玩嘛。放点然后倒水，可以打开。这太不机智了，这应该没有人用了。来，进来，快！哎，太对了，我也太他妈聪明了吧！我敢流到好多到了我这里，不过，妈的太沉了，你看拔不出来了。哎，色彩斑斓。接下来我要继续往里放，放很多很多很多，没有漏斗真是个麻烦的事情，是不是？但是我想了一个好主意，哎呀，就是把水都倒进来，能看出我的肤色差吗？其实也不是差特别多，只是现在手是阴影。好了，然后就套进来了，然后直接把这个套在上面。直接倒，是我应该买个大号，这都已经快缺氧了。然后这个球乱滚，做成了这个恶心巴拉的形状。不过把它冻成冰会很满足吧？有点污，你看就可以像这样一样，弹性确实不错，是不是？姿势起来比那个好玩多了，随便捏，随便捏，是不是？随便捏。其实算是成功了，只是那个避孕套套不上去。避孕套可以吹这么大的呢，吹这要怎么放进去呢？我决定了，用重力。果然是需要有个人帮忙啊。灰灰你在哪里？然后就可以做出了一个弹性十足的这个发泄球。哦，我知道怎么做比较容易了，我太机智了，只要把它倒着放，再把它抽回来就好了嘛。真是的，首先系个扣。其实我想再放一些的。这到底是给多大的人用的？逼，快帮我打个码。哎呀，这个有一股香橙的味道，这款可能就是诱惑的用的吧。那就做成了，上面还有迷之小凸起，还能随便挤。就这样，这个发泄其实做好了，不过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再套一个都比较合适，是不是？我花了一段时间又重做了一遍，然后把发现这样子比较容易，是不是？直接倒入罐子就可以了，这样子
然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恶心的样子，然后吹几下就可以了。No? 然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水晶球一样的样子，然后这个好污，手感奇佳，有点太重了。然后呢，就这样又一个发球球做好了。哎，为什么套不上去了？好像被我套太松了。所以说，不管拿什么液体做完的水晶球都是那么大的，而现在区别只是在于这个的大小。而这个水晶球，我感觉不用两层包真的会炸掉啊！就这样子做好了。所以呢，在家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这个玩，是不是？生气就可以捏啊。当然，买避孕套什么的不用我教你们了吧？好了，这里是小小，欢迎喜欢的话点个关注，收看我下期的视频吧，拜拜。到最后呢，我做出了两个这样子的球，还有一个好捏的。然后结果发现这有很多啊，我多出了很多这个，所以就我操。脱缰的野狗一样就跑出去了。这个国贸色很好玩，我操，忘了这还有几朵花呢，也并不好看。我当时到底是造的什么孽？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我真的没想到，我就泡了一壶而已，这还有一个桶装的，妈的好恶心！我想把它碾碎。好像有一种枪是给小孩用来玩打弹珠的，可以用得上。然而，我只是泡了几包而已啊，这么多吗？啊，这种一本满足有，真的这感觉特别爽。要能泡在里面洗澡会很满足的。哦，对，顺带一提，女孩子是不是都喜欢用这种橡皮筋？因为貌似上次我就有人说里面是什么东西做的，我就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好像是真的。来看我把它剪开，剪开之后剪断了哦，然后开始撕这个线，你看是什么？避孕套，皮筋都是拿避孕套做的，哎，这个世界真是无爱啊，对不对？我没有骗你们吧？所以说，你们戴头上的都是这个东西，证实了吧？